In common sense, if the past can be changed, the future is bound to alter. It sometimes will be running out of control. Butterfly effect. Yes, it is a butterfly effect. In natural systems, small changes in conditions can lead to dramatic changes. Quantum mechanics overthrew this classic theory. The emergency of causes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a variable that has been already taken place. The reason why we're here is able to let you know. The future can change the past. Xiao Wenxi. Excuse me, I came into the wrong place.爷爷，叶永宁，你打飞的回来的？聊啥？哎，他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走开！慢点，慢点，爷爷。叶永宁，老爷，你也别太着急了啊！都怪我，我应该早点回来带爷爷看病的，不该一直丢给你们两口子。你别太难过了，爷爷年纪大了。 这个病什么情况，你比我们都清楚。该做的你也做了，那天天打电话，到处找最好的医生。嘱咐我们两口子天天过来陪护，这已经尽心尽力了。什么尽心尽力？我远远做的都不够。他是我最亲的亲人，结果现在……哎呀，别难过了，先喝口水吧。喝口水吧，谢谢。哎，变天了！ 这些照片是你放的吧？我可没有。小艾，你给我。你高中照片本来就没有几张，当然得挂上去了。但你放这张输球的照片，多晦气啊！嗨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因为当初没投进那个决胜球，到现在还过意不去呢，是吧？决胜球？嗯，我不太记得这个事儿了。夏文熙，老夏，咱们班那放射性倒霉体质啊。 前几天的讲座我看到他了，嗯，相声系是什么时候跑英国去了？你们不知道？嗯，他现在是旅居作家，这些年反正满世界的跑，我们也是从他朋友圈才知道他动向的。不过，他每次回来反正都会来看爷爷。又变天了！莹莹，莹莹，爷爷，哎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先去。 我要给宁宁包馄饨，散给我吧，爷爷。我要包馄饨。
我要睡午觉。好，那我们坐着。老叶，回来了。那个爷爷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收音机，收音机。这里。 在每个呼吸、每缕阳光里，找寻你。我在记忆层叠的潮汐，在字里行间藏起的秘密。关于你，如何能解开心跳爱情复杂的谜题？一百分默契冲进你心底。 只想和你相遇，如何能解开心跳爱情复杂的谜题？一百分默契冲进你心底，我不管终点四季是空变幻的逻辑，一万次的邀请紧拥抱你。我在清晨风吹的草地，在每个呼吸、每缕阳光里，找寻你。 我是夏文熙，我今天十八岁了。妈，我今天十八岁了，我这十八年来的压岁钱呢？妈，这余额怎么是零呢？这就是你的成人礼。 妈妈今天要给你上人生的第一课，钱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妈妈跳舞去了，嗯，那我身份证呢？高考之前哪都别去，想都别想。哼，爸，闺女，你妈是不是去跳舞了？我跟你说呀，叫她跳舞那老师略显轻浮啊，我得跟过去看着点。就你还要跳舞去啊？我跳不了舞，我跟你说我。
报的是隔壁的跆拳道。娘娘，你爸现在有段位，百代。跟你说，稍有妄动，我摔死他！我。哎，十八岁了，生日啊！哎呀，真是看不到啊，热的不行。刘毅，你别动。五十的也太多了，这二十的行吗？要不要？来来，你到这边来，来来来，让开让开，吃点好的啊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拿着吧。平板也行。消除，阿星，这道破过了，破过了。爷爷，朱爷爷，我要给我的手机给车。啊，好，来，手机给你修好了。昨天晚上我修了一晚上。真的好了，谢谢爷爷。那我车呢？爷爷给你个惊喜啊！哎，当当当当。这是啥呀？婉希啊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成年人了。爷爷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的，给你的车旁边啊装了一个挎斗，这样啊骑着稳当，你就不会像从前一样哎容易摔跤了啊。爷爷，你居然记得我的生日啊？当然记得呀，3月1号嘛。对对对，谢谢爷爷。那我不赶着上课去了，我们迟到。哎，还没说，爷爷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咒流星，还有流星啊！没人看吗？流星啊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的话，希望你能满足我所有的愿望。我希望世界和平，我还想要一个哆啦 A 梦，我还想要掉在脚面上的冰淇淋全都飞起来。啊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想要一台时光机。文熙，这次先放过你，但你明天给我小心点。同学，给我不好意思啊，赶紧上课去吧，我也要上课去了。哎，同学再见啊。第一天吗？
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自残，自残是一种最懦弱的表现。学习压力大也不能自残呀。哪个班的同学？楚主任，跟我走，我看你到底是哪个班的。跟我走。江城即将冉冉升起的课，说唱巨星。都安静一下啊！看一下，这位是不是你们班的？不是，不是。 杨闯，智商127，嘻哈文化爱好者，一直梦想参加选秀节目一炮而红，未果。陈婷婷，智商133，普通人意义上的聪明，篮球队主力，篮球技术马马虎虎。高小爱，智商111，铅球能力者，爱好吃饭、聊天、打洋装。 真的回到了高三，杨闯，你不准吃我的，还给我！别闹了，主任，您过来了。王老师，哎，哎，这位同学是你们班的吗？是我们班的，没想到你自己来教室了。那是你们班的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哎。 同学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，叶永宁同学，大家欢迎。叶永宁同学啊，是从欢州一中转学过来的，转学前的成绩非常好，高中毕业后就要出国留学了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我应该怎么回去呢？哎，你这是？我不想有同桌，影响学习。 从今往后啊，我们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团结。这是刚才看到被撞进来的人吗？他居然还是个学霸！坐楼下边上，坐楼下边。哇！没想到是你啊！ 夏文熙，倒霉体质十佳选手，喝水都能塞牙缝，平地都能摔跟头。<笑>最重要的是，他这种体质具有强大的破坏性，还会殃及池鱼，波及到身边的人。<笑>别说了，继续走读。白痴。 木管，我以为他是木管，学吧学吧学吧，搞了半天是学霸，头疼头疼头疼，让人压力好大。还有什么晕？你好，我叫夏文熙，今天早上那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的，实在对不起。不过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学霸。我叫叶有宁，以后请多关照。 你以后待在教室，我的福星了，我肯定会好好关照你的。林佳琪、张文熙，你们两个来趟办公室。其他同学自习自习啊，保持安静。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咱俩干啥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会是发现我们上学期在放一首口哨了吧？ 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就不跟你们卖关子了啊，高三时间紧，你俩给我说清楚了，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？哼，老师，我们还真没谈恋爱。严肃点，赵老师都跟我说了，不止一次看到你们寒假的时候在一块儿。老师，我俩从小就在一起了。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我们都见过面了，出生就在一起了。那搂搂抱抱怎么说呀？啊，我都不止一次看到了。那老林，那就是我哥嘛，我都搂了多少年了。哎，拿下来，干嘛呢？
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我发誓，我跟那个灯发誓，我对他但凡还有点啥感情，那都已经是日积月累的嫌弃了。要不你也发个誓啊？你至不至于啊，还发誓？我这么高这么帅，有什么可嫌弃的？第一个嫌弃的就是你高，一点也不像小时候那样一把就揪过来了。你现在这够都够不着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叫最萌身高差。你见过哪个男主角说搂就搂的？你今天，你觉不觉得你今天忘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？哦，我作业没交。我就想起来。好，同学们，来把语文书打开。我是怎么到2006年的呢？语文早读啊，主要是来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时空的变化？现在这条时间线是我的过去，还是平行宇宙中的某个2006年？不管是哪个时空，我都要想办法赶紧回去。冰冻的爷爷还在等着我。中间多少行人泪？中间多少行人泪？西北望长安。西北望长安。干嘛呢？啊？行啊你。语文早读，你拿英语给我做别的题，后面站着去。欢迎来到我的教室后排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拉风地带。语文课上读数学，英语课上读化学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拽拽拽。干什么呢你杨闯？站好了！一天到晚就你话多，大点声啊！江晚正愁鱼。江晚正愁鱼。果然这天才和疯子就是不一样啊。你在若有所思，让我来为你写诗。怎么回事儿你？操作的步骤已经告诉给大家了，各位同学一定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，小心一点。不要紧张，来，我们的实验继续。叶永宁，叶永宁，为什么上化学课你在做物理题啊？虽说引力波会造成时空微小变化，但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A B C D E F G， 叶永宁算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一定是我触发了什么。是什么原因打破了时空之间的壁垒呢 ？Respect。哎，这都写好几节课了，到底在写啥呀？你看得懂吗？我看不懂。学霸的世界就是这样。那瞎写瞎画吗？他这个是不是奥数的问题啊？佑宁，你算什么呢？算一早上了。人家佑宁正在学习呢。不要打扰人家。还有下文戏，我刚才可是看见你玩手机了，扣你两分。你就会扣我的，你有本事你扣他的呀，那早都扣没了，让你扣输了。你跟叶佑宁能比吗？人家这水平，不听课也比你强。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今天提前几分钟给大家上课，我要讲一道题。寒假作业卷二第15题。
请看黑板上的题。写什么呢？来，也给大家讲讲看。你这写的什么呀？时空转换，我要改变人类历史了。你说你要干什么来着？我要改变人类历史。你蹲着吧，看你能改变成什么样。看什么？我看还有谁想改变人类历史的？好，刚才那道题大家都会了吗？每个人都会了啊，有不懂的一定要问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道题。那手机原来是他的。王老家。是我按了手机的开机键，打破了两个时空的壁垒。那夏文熙的手机很可能就是时空转换的关键因素。也许再按一下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试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自由活动，先跟大家说好了，不准回教学楼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解散。云婷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！你帮我看看这手机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刚修好了，怎么这会儿又坏了呢？现在不仅是信号没有了，现在好像连电池都坏了。哎，你早上不是摔了吗？会不会是摔坏了？就我摔完了以后就马上检查了，那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？你长得也挺高，会打篮球吧？怎么，不会啊？
手机没摔坏吧？你这么厉害啊！老林，让他加入我们篮球队吧，我们今天要是能赢，他肯定能赢了，对吧，老林？真的，他去年就跟那霸王班差了一分，那帮人嘚瑟的样，赵斌恨不得走廊上鼻孔朝天，咱今天得赢他。就是啊，老林。嗯。哎，行吧。 行，如果我加入篮球队，你手机借我用几天？用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总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用我手机吧。那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我把我手机借给你用行吗？我自己也有手机。那你为什么要用我的？ 恕不奉陪。Double espresso。你说啥？哦，咖啡。有单品手冲的吗？可以帮我拿一下第二排第一颗篮球吗？感觉手感不错。这个，嗯，谢谢。一共96块5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篮球赛不难，看你能给我些什么。哎，咖啡钱。哦 ，Apple Pay。你说啥？ 这可以吗？哎，找你钱！啊，他留下来请我们吃棒棒糖的。不是，他怎么站这儿多尴尬呀？是，干嘛站这儿？就是，就是，好奇怪啊！啊，对不起。哎，娜娜，现在什么课？认证。 新学期新气象，可不是新倒霉。你今天是不是可以陪我回家？没戏。虽然平时不是那么乐意陪你，但是我今天有事儿，我还训练啊。微微，教练，啊，姐姐，我可以载你回家，主要是我们家坡太高了，我怕你骑自行车不方便，还是坐公交车比较方便。 不记得了，我还是要想办法，尽快拿到他的手机。梁浩，爷爷，文熙回来了。喂，爷爷，这车骑的怎么样啊？ 骑的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。爷爷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在等我孙子呢。哎呀，您是您孙子啊？对呀，我孙子。今天你生日，爸爸妈妈正在等你吃饭呢嘛，快回去吧。他们也没想给我。宁宁。 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好久没见你了。哎，爷爷啊，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，走。
娘娘，你回来了。爷爷啊，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。我不爱吃馄饨了。怎么又不爱吃馄饨了？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还哭了呢？啊，谁欺负你了？没有，爷爷，您身上的药膏毒太多了，辣眼睛。啊？有这么大味吗？不饿了，回家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自从你决定出国，已经大半年没到爷爷这儿来了，爷爷都想你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我今天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。告诉你，等会儿吃一大碗。来喽，馄饨来了。谢谢爷爷。嗯。陪你喝一个吧，干什么？小孩子喝什么酒啊？哦，对，好好吃饭。我现在是高中生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我来收，我来收。你呀，吃饱了以后。赶快复习功课去啊！爷爷，你先歇一会儿，你都忙了一天了。我歇什么歇呀？我在那儿坐了一天，赶快复习功课去。爷爷，我的成绩真的非常好，牛津、剑桥随便挑。不如我去帮你扔个垃圾。能看到爷爷这么健康真好，可越是这样。我就又要赶紧回去，因为那里的爷爷更需要我。既然二手机没有用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老是爱偷吃我东西，每次抢五月天周边的时候，我个练习球都抢不过你。对啊，就是你每次都不陪我去图书馆，只让我陪你逛街，每次去都是抱着视死如归的状态去的。对呀，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不是，我大晚上的跑过来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啊，做什么？精选卷。哪有做精选卷？哎，你打开看看。生日快乐！所以你们还瞒了我一天，还是五月天的。老夏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老林。老夏，那给你专属定制的。你怎么这么抠啊你？这叫勤俭持家。文熙，大可不必吧？婷婷。哒哒。哇！哎呦，我就说你慢慢腾腾的啊！这下可好了，我们辛辛苦苦准备的惊喜现在全被抢先了，赶紧给我出去。叔叔，没事吧？那个同学们，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家宴，祖宗们积极用膳吧。爸妈，昨天你们都……为了爷爷，我还是要拿到他的手机，尽快找出原因。叶耀宁，哎，一起来吃蛋糕吧。秋菊啊，马上就要过十二点了，过了十二点那就不是2月29号了。听我说啊，十二点之前把孩子给我生出来呀、啊，这样四年才过一次生日，那还省钱了。加油，有我呢，使劲加油啊！
长得真像我。好险，好险！夏南山，那不是我们俩的孩子。都说孩子是伴着姑姑生坠地的，戏还没演够啊。而我是笑着来到这个世上的。给我接生的大夫说，这孩子这一辈子该有多少可笑的事。没想到，他说的是可笑的事。我爸说，人这一辈子有两次生命，18岁之前是父母给的，试过了不怎么样，但18岁之后是自己挣的。我决定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时来运转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